我先画吗？对，你先画，我再看等一下画你哪里。好可怕哦！已经先下马威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西，欢迎收看《来去吃东西》。西西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生气的事情，就是我的体重又上升了。为什么？我也没有在运动啊。于是我就去问了我身边有在健身的朋友，健身减肥之外啊，你还要搭配饮食。西西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特别来宾，要来跟我们一起品尝试试这个东西。好，那我们来欢迎我们特别来宾。哇塞 ！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个腿也太逆天了吧！这个画面感觉有点熟悉。这双腿应该有很下功夫的去保养，我们来访问他一下好了。请问你平常有在健身吗？有啊，刚健过一天而已哦。一天？你平常健身的时候有搭配饮食吗？没有哎，人家超爱吃油炸的。哎呀，好讨厌。好，那你有没有吃过水煮餐？那是三小啊，对不起，记得帮我擦掉哦。呵呵，是三小。好了，你要不要先坐下来？让我们正式欢迎特别来宾墨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墨晶，我的身高174公分，三围的。帮大家整理一下。哎，那你有没有听过苏菲料理？还真的没有哎，它是一个蛮特别的，就是它是用低温烹调的方式，像我们平常炒菜啊，不是都可能90度、100度高温？它的低温烹调大概从55度到70度左右。对，有做功课哦。真的，重点是它可以保有食物的鲜嫩。哇，真的假的？那我现在很想试试看。我今天要介绍呢，它是苏肥的鸡胸肉哦。好期待哦！而且我从网络上找的时候，它其实有10几种口味。那我们今天就挑出9种口味，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试试的话，就太无聊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要玩个小游戏哦。啊？什么？好假！这样很赞啊！反正今天我们会玩个小游戏，然后分数最高的是赢家，分数最低的话要接受惩罚。啊，真的要惩罚哦？还来一次？效果太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试试吧。Go！ Go！ 好，我们的主角鸡胸肉在这边。哇！都是那个，感觉很屌哎、欸！对啊，屌在哪？摄影师身上。不要乱讲话。这个美都是真空包装，赶快回来。对不起，真空包装，而且哇，它的名字取得也很有艺术。对啊，言之有物，言之有物，国文造诣很高哦。后面都有那个营养标示，你们应该没有偷业配吧？没有没有，我完全没有，赶紧打马赛克，赶紧打马赛克，全部麻掉。你不是说有小游戏吗？规则嘞？你太偏了吧！那个是什么？我们请那个橘子帮我们讲解一下。对，橘子帮我们讲解，这不是你的频道吗？连规则都不知道。好，我们直接请关主讲吧。规则简单的来说就是，好，那我们来开始我们的第一道。好，我要试试看。对，他吃完我们之后，10秒钟可以啊。应该是这个吧。啊，我数到3才可以一起翻过来啊，倒数啊。一起翻过来哦，三、二、一。你是什么？我是伊思先生。你是海南鸡啊？完了，我觉得我居居，我觉得有点那种香肠的味道。答案是美式炭烤。真假？所以我们都输了。那我们互相对的，所以我们要互相画脸。我先画吗？对你先画我，我再看怎样画你。好可怕哦！已经先下马威了。一笔而已，你已经画了6笔了。哦，对哈，都好淡，真的好淡哦。算了，我还是我拿起一笔。不要，好了啦。好，那下一道是太淡了。第二道，紧张。哎，这个味道比较重。这个好，我有 feel 了。赶快写。我觉得这个味道是，就是我感觉真的是吃意大利面的时候会吃到的味道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噔噔，意式香肠是什么？秘制黑椒，怎么答？答案就是意式香肠。耶！刚刚我的味蕾真的有问题哦，GG了，这很淡，你要不要拿红？
可以吗？看出来。我想说，对第一次来的人不要这么狠，不要这么狠。没想到他自告奋勇，他对我多狠，我就对他多狠。那我帮你把这个，你是画爱心吧？我感觉，嗯，好了，第三道，我刚已经被西西领先了，我这个应该比较明显，这个那么红，它红红的，嗯，应该是这个。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，不给你看，我不给你看，你没有在做效果哈？谁？你呀、啊？没有没有，我先，你是故意写错？不可能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对那种比赛是非常有那种好胜心的，你也知道，对，所以我刚刚就吃我的实力，我的实力不及我的野心。好好，那我们来公布答案喽。OK， 一二三。番茄罗勒，你呢？哦、oh, yeah, ，我们终于一样了，因为它红红的啊。对，就这样。下一次吗？对，我想说你们这么确定是番茄罗勒，就讲了，不是番茄罗勒。对。那我们请橘子帮我们公布一下答案。答案就是番茄罗勒。耶耶，终于有一题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道。哦，好期待哦。这为什么这次特别大口？就很有味道，我知道了。你又知道了？我知道了。我现在非常胸有成竹的写出答案，休想偷看我的答案。胸有成竹是谁？呵呵，原来是成竹的部分啊。结果会不会他是对的，我是错的？一二三，噔！是蜜汁黑椒，我是经典原味。所以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。秘制黑椒，我都废啊！哇塞，可是你会以为是原味，也蛮有道理，很像，对不对？就是都是黑胡椒啊，就是黑胡椒，就是很一般的那个调味。然后我想说，感觉就是原味，因为吃起来没什么特别。OK， 好，那我哇塞，我就会得到最终惩罚，好害怕哦！好。我觉得蛮美的，现在完全没有镜子，我现在完全没办法看自己现在的状态，最后我们自拍一下你就看到了。哇，OK， 好，进行第五道，耶、yeah ，好，请上菜，这太明显了啦，我不用吃我都知道，三一二三，南洋咖喱，南洋咖喱，那看颜色就知道吗？对啊，所以答案是南洋咖喱，耶、yeah。对了，这个那么简单的题目好像没什么值得开心。可是由此可见，咖喱真的是一个非常独具风味的一个香料。没错、嗯，一吃就知道，甚至你看颜色就知道。进行我们第六道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什么？这个？结果我点的是错的，不用担心。公布答案，一二三。经典原味，你呢？海南鸡，完了，我对海南鸡好执着。所以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言之有物。哦，欸、我刚刚就想这个，我觉得吃起来根本不咸呐、啊。对，它盐味不够，哦，是因为我们都吃太重口味了。对啊，它根本不咸，它吃起来就超普通的。好，各花一笔。对，还好你也猜错。你笑什么？OK OK， 对，现在是对你怀有的嫉妒心，竟然现在分数比我高。好、啊，大家好。你好客气啊、哦，对，他很客气，观音豆。第七道，哎、欸，这个那么这个应该是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这题是放水题啊。我知道了。放水吗？我知道了。你就知道了。我就知道了，我就是海南鸡。你们觉得我对海南鸡是有一种情有独钟哎，强烈的执着。对，好来三二一，噔！我猜经典原味，你猜什么？哦，那时候放水题呀、啊。好，所以答案是经典原味。耶、yeah! yeah! ！好，终于吃到了。所以经典原味比那个言之有物更有味道哎，我已经吃不出来了。第八道，噔噔噔噔，好，这个这么明显。你每一题都很明显，哪一个不明显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不喜欢这个味道，我觉得好，
呛哦。三二一，我是墨西哥塔可，我是大蒜辣椒。我觉得你在换辣椒，你应该把它涂红色。涂红色。好，好，这样更有 feel 了嘛？所以答案是，答案是大蒜辣椒。耶、yeah! ！我竟然有一次可以赢墨西哥。你怎么不会觉得是墨西哥塔可？因为墨西哥塔可它应该会更有一种更有其他的风味啊。更有一种墨西哥的感觉，对，就有一种异国的感觉。可是它刚吃起来就纯粹只是辣而已。哎，是哦，算第一次，第一次输给我。对啊，好，来吧，好来吧。你现在没工作吗？话到当然没工作、啊。不要，好了，我先不要下手太重。好，靠底。好，那我们来进行最后一道。迫不及待喽！迫不及待了。这个啊，这个感觉，嗯，有初恋的感觉。有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有什么？你又有了。我知道了，绝对是。九道你八道都有感觉。嗯，对。又说又错一半。三二一，噔！墨西哥塔可，你馨香自然。口味落差好多、哦，那距离有4000公里。对啊，我们怎么能差那么多？吃起来，它那个酱让我感觉是曾经吃过的羊肉串的味道，有那个很接近，好像有哎、欸。对，然后因为这个有点微辣，这不可能。对，刚刚那个没有辣，可是我觉得红红的应该是啊。答案是墨西哥塔。这很辣吗？还是你其实很会吃辣，所以感觉不出来？没有，我超不会吃辣，我就觉得吃起来完完全全没有辣，然后吃起来有那种在新疆的感觉。好了，那只好这边了。啊、哦，星星非常的善良。对，好客气哦。对，然后就是都有啊。好，让他可以这样就美美的出门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要来请那个就是帮我们公布一下我们的分数。那我们今天比赛已经告一段落了，我们要来公布分数。噔，七分。哎、欸，我还拿颠倒。五分，哇，差了2分。对，所以今天我是赢家，耶！输家就是要来哭一下。对，那你觉得为什么你会输呢？可能是对海南鸡有异常的执着。对，不知道9题里面猜了2题还是3题海南鸡。对，但是后来发现海南鸡根本没有在，对，没有在，没有在橘子给我们的选项里面。完全在考题里面。对，哇，惩罚来了，惩罚来了，来上惩罚。你弄少一点哦，人家很怕，等一下吐在你身上。那你加。我现在没办法动，没办法屌了，赶快结束，赶快结束。好，我们吃完这么多的口味了，你今天有什么心得吗？就是我觉得 wasabi 口味好难吃，没有那口味啦。我现在还在那个阴影当中嘛，你知道吗？刚才看我的表情，应该知道，应该快哭了。那你对，就吃完之后，你对鸡胸肉有没有改观？有，因为我本来以为鸡胸肉很干，就是吃起来很干，很难吃，但是吃了。这一款鸡胸肉之后，鸡胸肉也可以这么的好吃，所以我是真的想要去订购，因为我最近有开始在健身了。那你最喜欢哪一个口味？我应该最喜欢言之有物还有原味吧。我觉得就是鸡胸肉只要加点海盐，加点黑胡椒就很好吃了。对，真的，我也是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跟建议的话，都欢迎提供给我们。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特别来宾墨鸡。Hello， 大家要记得帮我按粉丝团赞，追踪我的 IG。还有 YouTube 频道哦，之后有可能会更新，好不好？那如果大家有什么企划内容啊，像是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、玩的，都可以留言告诉西西，西西都会一一的回复，看一下你们的意见这样子。如果你喜欢西西的频道，喜欢西西的话，麻烦帮我们按喜欢、分享，还有订阅，最后开启小铃铛，最新影片才不会遗漏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